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就是我们一天682集的节目。今天给大家分享 New Age 所推出的恐龙部队当中的密林战士，我比较期待这一款，因为恐龙小队我本身就比较喜欢，那我特别又比较喜欢小比例的恐龙玩具啊，这个我已经不下数次提过，我小时候玩过一组啊合玩的恐龙玩具啊，到现在还是会非常的怀念的。那么这一次的话，它配件比较多，我们先看一下它这个小配件好了。它首先有一些类似于是爪子，这应该是恐龙状态下替换爪子的。恐龙的爪子的话呢，因为玩具本身的话呢，它是用一个灰色的一个指头，那换成黄色应该是会比较显眼吧，但是我没打算换，因为它必须要把这个妆给打掉啊比较困难啊。当然恐龙的这个脚是收在里头啊，各位知道一下，这个替换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啊。再来有一个这个凸出来的眼睛啊，这个是致敬到86大电影里头，应该是他被大力神踩下去的时候眼睛都挤出来了啊，非常有趣。那有一些替换手，那替换手的话呢，首先的话呢，它是一个拳头的一个造型，然后另外的话呢，还有附带一个武器，武器的握柄的话呢比较长啊，这个可以插得非常的深啊，它插得非常的深啊，所以拔出来也就比较没有那么容易了啊。那么它的一个替换手的话呢，这个手掌的部分呢，啊，轻松的转一下就可以把它给拿下来。那替换手的话呢，它的大小尺寸呢，跟之前推出的钢索啊是可以共用的，但是呢，这一次它多了一个这个可以弯曲的关节，所以是有一个更加的一个进步的。再来，我们这个钢索拿出来做什么呢？它这一次的淤泥的话呢，要多附带了这个盖板，把这个钢索腿内部的这个丑陋的一个外露的部分呢，做了一个遮盖了。当然进行变形的时候呢，还是要把它给拆掉的。好吧，那我们就来对比一下两者的身高体型，看一下的话呢，我觉得吧，应该不是我的问题。啊，怎么看都觉得我们的密林战士呢，比恐龙队长的话呢，一个体型要再大一点啊，胸口啊，甚至这个裆部啊，腿的一个啊，小腿的一个粗度来讲，各方面来说啊，都是比他的队长呢还要再更大一个体型啊。放到后面来看，翅膀也是非常的巨大啊。那我们来提一下这个翅膀，其实是有一个卡扣是扣在这里的啊，这里有个卡扣扣住，所以那个翅膀上下基本上是锁定不能动，只能够左右动。这个龙头你是摆这样呢，还是摆这样的话呢？我觉得是端看个人的一个喜好了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细节吧啊，它的一个面雕的话呢，做的还可以，白色的漆面感觉稍稍厚一些些啊。眼睛是涂装上去，一标一般啊。这上面的话呢，这里好像有点掉漆，不知道是我的割眼还是怎么样。手臂的360度转动没有问题，关节是比较紧实的啊。啊，翻到内部来看啊，这个倒角水口处理是挺不错的，这里可能本来有个缺口吧，他们还故意把它给挡起来啊。相当的可以啊，那可动度的话呢，各位也能够轻松的看到啊，配合到这个可以往内折进去啊，这个摸胸口的这个动作呢，就能够轻松的做出来了啊。那手因为可以替换，当然就也可以转动了，脚前后踢啊，这个裙甲是跟着一起动的啊，腰身可以转弯，后面这里的话呢，后裙甲也可以往后再退啊，整个脚可以踢到非常的后面啊，膝盖的话呢，弯幅度超过于90度。还有一个过度的一个造型啊，越摆越久久了啊。但是的话呢，我感觉吧，膝盖稍稍有一点点软，有一点点啊，但是也不至于说到整个崩溃了。脚的话呢，接地这个算吗？有啊，这个鞋尖做了一点点接地。内部啊，小腿内部的话呢，也是比较破碎，但是比起钢索的话，这个已经好上很多了啊。那身上的一个倒角处理来讲的话，有几处啊，在变形的时候呢，是要小心的，像这个恐龙的爪子可能稍微有点锐利。其他的话呢倒是没有什么问题，后面的翅膀啊也是基本上玩具的一体性还算可以啦，基本上不太会晃。那这个一样可以往下看，但是的话这里就裂开，所以我就姑且呢就当做它没有这个关节好了啊。整体来说人形的表现的话呢，我自己也是比较喜欢的，非常的中规中矩啊，造型的话呢也做得相当的不错，方方正正的样子啊。我们来示范一下这一款密林战士的变形过程了啊。首先的话拳头不用拔掉，把这个爪子夹紧就行了。那第一个变形步骤我会习惯先把这个地方往旁边挑一点点，顺势的呢把它给往下转下来，两侧都是一样的啊，把它给转下来。再来的话呢，两边的话把它给打开，这里的话呢第一次变的时候呢其实扣得很紧啊，这个红色的凸，另外一侧也有一个啊，这里把它给拉开啊，比较难拉一点。然后两侧把它往上翻上去之后的话呢，怕忘记，我们先把腰转180度好了。再来的话呢，我们顺势的呢，这个龙头啊，这里有个双动关节啊，我们把这个龙头往下面推一点，推到红色的下方之后，
把这个人头给放进去，到这个情况下呢，再把它整个往上翻啊，这个是它龙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形象在这里了。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把这一个部件的话呢往旁边推开来，然后呢这里有个锁扣，解开之后双盾关节把它折下来，对一下啊，把它扣进去到这里，那这个里头的这个部件可以把它翻出来了啊，这里推出来，龙的这个爪子呢都把它给翻出来，这个龙爪的话比较锐利一点啊，到这边翻下来啊，各位这样子大概看一下，这是它龙的一个基本的形状啊，已经出来了。这一侧的话我们也是一样的，先把这个部件推上来，这里的话呢解开这个锁扣，双盾关节退下来，这里转一个角度才能够顺势的压下来，然后呢这个时候你看到这个把它翻出来，龙的这个爪子都给翻出来到这边，好嘞，到这里。接下来的话呢，把这个手臂啊顺着这个龙的这个背的形状呢把它给塞进去就可以了啊，塞进去大概塞个样子差不多这样子就行了，到这里。如果你愿意的话，现在应该也是可以把它给扣上去了，目前应该看上去应该都是可以扣了啊，在这边。它的下半身的变形呢，实不相瞒，其实跟钢索其实是几乎是一样的概念，几乎一样啊。那我们变形的第一个步骤呢，先把这里有一个卡扣，这里把它给松开来，这个地方把它给挑出来。好，挑出来之后，我们做一个动作，把这个前后把它给分开，分开，分开之后，这里卡扣松开啊。我们记得就是说，人形的时候这个凸是扣这个，那变成龙的时候就这个凸要扣外面那一层。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做呢？它这一块部件其实这里有一个双盾关节在这里，我们把它给往外面，这个时候就要把外面挑出来啊。当然里头的零件呢全部都把它给往外翻，特别是这里我们先做一个动作好了，这个地方这块凸记得看到这里，这个上面这里解开来到这边，也就是说呢这个凸要离开这个洞，然后这个凸呢要离开这个范围，它才能够做一个旋转的动作，旋转到上面来到这里。好，旋转到这里之后的话呢，你就看到这个地方把它给推出来扣进去这里，等于是说呢这个凸跟凹的话呢前后是做一个对调的。那你看这个翻出来尾巴翻出来这个部分跟那个钢索的变形几乎都是一样的，那剩下的部件怎么做呢？这一块整个部件把它推进去就可以了，其他的部件呢几乎就是把它放回去而已，但是唯独这一块部件，这一块原本在人形状态下是翻出来，变成龙形的时候要把它给推进去，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呢一样的再把它给扣回到原来的位置，但是呢你看到没有，这里刚是凹进去的，现在是凸出来的啊，就是有一点小小的变化了啊。到这边，好，到这里，等一下就是这样子扣上去，这里有个凸拉出来之后呢，等一下往前面扣下来把它扣上去，那我刚刚说的这块部件折进去，就是折进去这里才能够放得进去，那腿的话就直接翻出来，这个爪子还是比较锐利啊，各位玩的时候还是注意一下。好，那这一侧就变完了，另外一侧变形我们就可以稍微快一点，一样这个部件先把这个部件给弄出来，前后分开，前后分开，里面这个部件往外面拉出来一点点，再来的话里面的部件都翻开，整个都翻开，脚往侧边转过去，然后呢往下面折90度啊，这个洞本来是跟它扣，等一下这个洞要跟后面的这个要跟它来扣啊，大概是这个意思。你看两侧都分开之后呢，捏住这里它可以转一个洞，转一个，转过来，转过头了对不对，转过来一点点，这里把它给扣回去到这边，尾巴通通翻出来到这里。好，里头的东西呢这块部件翻进去不管它，然后这里翻出来，这里这个部件扣回去，扣回去，这块部件记得把它给折进去。好，然后怎么样把它给往中间靠拢了，这里就是扣到这边，这里一样扣过来这里，那两侧的话呢就顺便做一个结合，整个都给扣上去了啊。那上方这里的话呢就是把这个人形的手臂给塞到龙的背里头去，以及这两块部件把它给拉出来之后，等一下跟前面做一个组合。这里的话呢就是稍微要用一点点的一个要一点点的严丝合缝，但是也不是说很难了啊，也不是说很难，我一讲不是很难，那马上就崩出来给我看了啊。这里我们来看到它的恐龙形态，一眼就是很有重量感的感觉啊。
它这个圆滚滚的身体的话呢，但是可动的话却出乎意料之外的好啊。这脖子的话呢，这个地方啊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可动，也可以往上抬。牙齿啊也是有刻画，嘴巴可以张开啊，里头的话呢有一个凸啊，这个凸的话呢，如果你愿意的话呢，先前钢索的配件的话呢也是可以去做一个安插，它也是可以喷火的。那各位也可以看到它的眼睛现在是红色的。那这个替换的装置的话呢跟MP08 的那个替换是一样，只是说这个部件很小啊，每次我在转的时候呢就是要花点力气啊去调整一下，把它的眼珠子回复一个冷静啊，既然冷静了你就别喷火了啊，这样子吧。那它的一个脚的可动也是不赖的，前后动啊，甚至还可以小狗撒尿啊，这个简直是绝了。那这个当然也是相同的可动了啊。那这个往前往后，这个前的话呢是这样子，这折进来，这样应该不太正确，恐龙应该是脚应该不会这样子动啊，但是各位知道一下能动就行了。然后我们刚刚提到说的这个脚，这个应该就是给我们做一个替换，但是你看到了啊，这个是不是这个茶栓是不是要打掉，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简直是太难了，我就没打算去换了啊。那么它的尾巴啊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可动啊，甚至有一处两处一共有三处的关节可以动，那你这样调整一下的话就可以让这个恐龙的话做出一个回头看的一个感觉。那么整体来说吧，它的一个龙形的分数的话我可能会单纯因为机器人，我不是说机器人不好看，而是说我比较喜欢恐龙的这种生物的一个形态。那我们把这个钢索跟它放在一起啊，你看两个大小的话呢可以很明显感觉得出来啊，这一次的密林战士的一个各方面的吨位来说它盖上去是更加的有一个气势。当然我没有实力去量过他们那个身高体重是怎么样了啊。Anyway, 我觉得吧两个画风呢也能够搭得起来。那这一次的密林战士人形造型还有这个龙形啊甚至变形的话我觉得都是蛮不错的。然后它的一个武器啊在龙形下应该是没得配了，没有得使用啊。那最后的话对了，这个被踩到之后眼珠子喷出来，这个应该是要安全弄的话应该是把它给这样子吸形扣，这样子到把它给勾住然后再盖起来是吧，我不晓得啊，应该是这样子没错吧，然后要这样子好像被大力神踩到的样子。 OK, 那反正就是一个蛮推荐的玩具，再加上我自己对恐龙部队是情有独钟吧。那这一集的话呢就给各位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